群生山地玫瑰，品相非常好哦。现在慢慢进入夏天，根部已经慢慢在木质化。很多人收到货之后以为是烂了，这个不是烂了哦，这是正常的生长现象，慢慢从下面会长到上面，然后叶片会包起来。这款植物的话喜欢阴凉通风，散光照射，不能暴晒哦，一般7天浇水一次，品相非常好哦。还有这个小崽，很多人到货以为说包装的时候压扁了，实际上不是哦，因为它是从叶片缝里面长出来，所以小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等慢慢长好了它就会变成圆形。这款植物品相非常好哦，宽幅6到7厘米左右，很多小头哦。